来，谢管肉来，你蛤蟆你再不也买啊？我买两样，来，我就，无啊，你那不啊？来，起码讲嘛，两百块来，谢管肉，一盒八十五块，来两盒三盒给你，剩这两盒无啊，就讲八拢无啊，来三千四千来，来两百啊四千啊四千啊，来两百二，来小姐妹来谢管肉。 来，有咩啊？吃蟹管咯，一二三四个客人买得到而已。来，两百块咯，一锅嘛，真正无啊？来，这个要请，来五二，不是四百，免三五三百，来两百块咯，一锅嘛，大兵都是。邱锦爸爸，我看一下。来，两百拢都买两啊！来，我大哥搞买两，你真正唔知我？袂使个啊！一起来卖你八九十块，我卖五起啊，卖你两百呢？ 谢管肉回去炒饭炒面，花菜蟹肉多少只？来两百块，最后三位，请讲吧。两百块，当卖了吗？请问讲嘛两百，好来谢谢，最后一位，谢管肉两百块，各位啊，感谢你们。会讲话未？会讲话帮我讲一下，你要吃啥？好啦，秘密武器客出来。好，对。这个绝对喜欢。为什么？ 我不想买客出来，今日天气也起臭无好，我无想买客出来，你吃。不知道什么，这不是萝卜糕哦。这你们最近哦，电视常看到阿拉斯加鳕鱼排，都是因为我的麦克嘛，哦，因为不能打广告，因为菜粿包你家，我袂使替人拍广告。老要吃三百遍，来两百块哇。阿拉斯加鳕鱼排。啊？ 看一下哦，这是贵的蒜哩哦，不是蒜哩椒哦。来，请小姐两百块来鳕鱼排两百块。阿拉加斯加啦，看到无？加一支啦。有厉害无？加人一支阿拉加斯加的啦。来，两百块来。来，不会记嘞。我说真的，这种东西不可能拿来这里卖你们。佳慧没有。来，三点。佳慧有在线上吗？来，我这啦。这是什么？来，七点八点。 来靠客十块，我咧卖安尼做礼包的，来两百块，招姐妹来，鳕鱼排两百块，没有人拿钱哦，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要收起来哦。来，招姐妹两百块，这两百块钱，我咧卖真正是卖哦的，真正是恁电视广告咧看的，一个鳕鱼堡，来十二片给你们，来两百块来。 阿拉斯加一个共款，两百块。两百块。卖叉叉啦，叉叉老啦。一样的东西，两百块没有，我吃哦，来，十三条哩，十四条哩，规个节人给搞客十五条，跟这来两百块，鳕鱼排两百块来，看啥物事？来，最后两位，阿拉斯加鳕鱼排。要怎样？来两百块。 叫我，准备准备，你两百，来，准备起来，两百块来，给了阿拉斯加丢了，也不是阿拉加斯加，是阿拉斯加，来，来，OK，来，去卖床，来两百，春家两，春家两百，最后三个了，我说真的啊，卖这样子真的是在被送的，不啦，来两百块。 阿拉斯加鳕鱼排最后两位了，给我。十五天卖你四百五，都成凶。来两百块来，最后两个人给阿拉斯加鳕鱼排，来两百块都买到。我看一下，回到家的时候晚上现在休息中。早餐的听起来好像很累的感觉。是鳕鱼加，是鳕鱼排。来两百块，最后两个人给。我这边稍微，这边那个稍微。吃的很好。美丽。 来，拢我来要吃鱼皮两百块，我等鱼皮两百块啦，鱼皮，来买两百块，存到冰箱俩。买几包就是百二啊，两包就是二啊四啊，要吃两百块都买。恁二啊四啊，来，来三包哩，三啦买你两包咯，来招姐，遐鱼皮来两百块，鱼皮买两百块，不然要怎？这无饲哦，这个没有吃哦，鱼皮两百块。是羊肉。来，对，给恁三个买买，一包过来。是羊肉。来两包鱼皮，我看一下。 来两百块，先买一个。来，鱼皮两百块。我好久没有吃羊肉。四包哩，等下煮羹，牛皮汤下头。来，鱼皮两百块。我喜欢吃羊肉。我今麦是啥物经验啊？
来，五位人可以来，一百块来，一笔买一百块，让你们试吃。来，一百块，一百二七八。来，马豆买两百。现在开始，你无饮酒，我就无爱瞧恁看啊。哦，安尼较轻松。来，两百。要吃的较紧嘞，一百块来。一百。马豆买一百。一百。一百买一百三。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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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好多一百块七点买呀不看了呀五点嘛来一百块了买包装三包七八块了直接抢了呀呀我没有说过哇你也要还有够贵哦贵个铁线妹妹的花西花西一百块来这样给人给两包装好来七八块还没有买的赶快动动快来一百块最后一位客人马上七八块弄中午要吃的马上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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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吃吃嘛大家快快点啊快点啊没了没了来过一游啊过一游啊过一游啊快快快点快点要拼啊还有谁摆啊铁路啊铁路啊来过一来漂不漂亮红鸡鸡搞肚子有要吃过一的卖买一千卖开高吧有要拼完啊五百好五百块来过一买五百这一边大概一百五六了你们讲鲑鱼的动作快，这是最后一次卖鲑鱼了哦。那么另外回去导应该好，但你怎么鲑鱼浪费啊？来，我发封球桃姐订单来，我发的。来，记得点个请你来鲑鱼，我发过来。来，先卖一位鲑鱼来，我发。来五百块。我发封鲑鱼，我发封没人买吃，这四点六百几块嘞，卖你五百，两只。来，只有桃姐一个。是螺丝哦，是螺丝的。来，记得点个请你来，我发的。大你啊！五片的，五片的。来，五百块。新买一个鲑鱼五百，来五百。那你在这有要吃鲑鱼，两手无买嘛，去想吃就好了。我一个哦，两个哦。我讲你人叫我五百块来啦，一袋万买啊，去请你啦。哦，来六袋，来五百喽。哦，我真正搁咧看，搁咧看我手牌啊。六片哦，六片哦，来五百块来五百块。哇，谢谢啊，手牌啊，鲑鱼来，感谢你们。喂，来这几位呐？对哦，来几位啊？起来，我你吃一礼拜，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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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买了？我想买几来几来哦？你六钱啊？我买六。几来几来来？想买几来多？几来？好啊。OK。先收开收班。来，几钱？几班？五零个。好啦，几来多啊？好啊。好，别乌干净点。谢谢。这个抢一抢收。你啊，怪怪怪呀！这个阿平弟，一个风啊。三百多啦，这边五百。哦，可以小看咱这啊，偏小看不要紧。来啊，白手甲发，白手来买五百，白手拢好啊，白。后壁个无，来头前去看我来。来小香肠蛤蟆哟，我有欠恁蛤蟆呐，蛤蟆好嘞，不打你来。钱去莫变啊，钱去莫变，确定啊。我搁送些物件哈，来白手有水无？发光的啦，这白手有发光啊，看到无？来买五百、四百、来三百块，我讲无惊哦。发起。来三八路，北青三八路，我来三八路，来新家，来我家，来老家，来三八，北青三八，来不讲北青的了，来三八块小白仓作水哦，幸福不咯？哎，叫姐妹嘛，来三八块。哎呀，我这是老外的，我这不是领导的呢。来，后尾来三八路，哎，不嘛叫姐妹来三八块北青。我操嘛，拢无人要饮钱，要白酒的。来三百块，紧嘞紧嘞，动作快来白酒。哎，大哥来，一大哥，一大哥，来三百块来。于永煌大哥，他们王义煌大哥，你看看一点。王力宏啊。王力宏哦。哎，叫王力宏啊。肤色有像。把你，啊，这里要三，要白酒呐，啊，三百毛。我这无用信用卡，反正。无啦，我那提现金无哩，我是咧讲。只两三，几个买啊？一个买尔呐。较紧嘞，恁三个买买，最后一个来三百块了，最后一位咯，来三百块了，是五位哦，十位哦恁哦，来三百块嘞，
最后一个人给白枪，来春节的，来三百五，好啊。来，铁路猪排的，哎，还蛮不孬，还蛮不孬。来，蛤蟆猪在上面来拍摄，好好啊，好好啊，谢谢。来，蛤蟆猪在上面，好龙照啊，你好，你在哪？好，可以，可以。蛤蟆猪脚背来，麻烦姐来，哎，蛤蟆龙关的啊，来。哎，给了我们没毛动。有吃过小香肠的，请举手。不用解释了，两百块，今天十五条哩。对，今仔日破天荒，互你十个吃好爽，十五条哦，给两百多少啊？买起来，一百块来着。小香肠100块，一个人15条，来一百块，脆皮小香肠，多少钱？来一百块来，15条不是200，是100块啦，哦，马格可鲁啊，来一百块，来小姐要来看看，来小香肠100，还有，会当收八，会当收八，一个15条哦，他开玩笑，会当买两份啊，来小香肠100，个人要签，有人要行先签的无？100块啊，有啊吼，来几个？上面拿一袋出来，我等下包。小香肠几个？上面拿一袋出来。啊，你该猜得到哦，拿几个？来，别讲铁路猪排最后一箱了，来，别靠近嘞，200块啊。铁路猪排最后一箱了，我今后加炸一箱，所以恁这是整个卖完。我这炸都卖完了。来两袋，来三袋。来四袋，感觉啊，好年轻，年轻人多。来啦，年轻人多，这个亲戚感觉好像是最的。来到十袋啦，来啦，200块来，铁路猪排200块，全价落价。来五袋，来六袋，我说错了，我说错话了，不是感觉好像是铁路猪排，是真的，是真的。今天先价了，来200块来，来四袋、五袋、六袋，来七袋、八袋。来高地来十条哩，来200块铁路猪排，真正好食，来200，来三地四地，来五地六地，来七地八地九地，来十条哩啦，有个老师教我的是300块铁路猪排嘞，200块，没有拿到的要跟我讲什么哦，最后香了哦吼，你忙不会掉，来八地九地来十条哩，好食，你看这些人买你就哪好食，来最后一个人给了铁路猪排不好，忙个收啊哦。来五地、七地、八地、九地，来十地，无啊！铁路猪排结束咯，哪能变呢？哦，贵安尼写，足刺激个哩！来阿爸，两个话侪，阿爸应该是无啦，两包过来，只要买一包，我看安尼啦，只能三十块钱，七包，七人给100块，来七包好咯，加入还100块来阿爸，要一包。要有起来！来阿爸一包，这来阿爸一包，手机照，耶！阿爸拢起起来，准备一包好哩嘛！来阿爸玩一包，爹爹！来，今日阿爸玩一包看下，100块阿爸玩来一包喽！来，今日无买着阿爸，来 go 来阿爸一包喽！100块来阿爸玩，来个人都看了吧？阿爸一包空。我装备了啊，阿爸完了。哦，有风哦，有风哦。来，阿爸，总之就是要吃我的。阿爸，吃豆皮鸟，我就不要。阿爸，两百，三百，四百，阿爸完。他取毕业服，你不懂排名吗？真的好吃啊，我们家的鸭肉丸真的超好吃的。来，100块中了，阿爸完。好，谢谢大家，来猪肉排来。你到这里了吗？对，那是好的。这就能卖了，这是电的啦，这客厅的啦，不然我可以进来花啦，那么大片啊，西亚贝啊，480，来一人一片，没西亚贝，没西亚红，你要什么？大八碗还要几袋？还要2袋，好，谢谢。600是两百，来买起来，没五百，700是700，我没五百，马上摊你二十，买起来这样是对吧？还400来300块，900是900，快要几袋？1000是几斤？啊，一样我得啊，这两边一袋啦。这边是台语教学哦。大热盘，250块最后一片。太小啊，300块里面连电都没得一样，存几袋了？在外面你烤一片都500块了。台语，啊，一样我存几袋。我拿去啊。你有办法看这个？谢谢，一样我跟你刻录那我片。来，花椒酒鸡肉香肠两个客人来300块我来，这300块好啦，这几样好些啊。我不爱人工，这把价格蛮好些啦，没空啊，这200-300块不？对，不搞啊哈，春节两啊，来300块，300块来，花椒酒鸡肉香肠，嗨，来300块，
哦，今天是今天三单无看，来三百块，花雕小鸡要香肠够了没有？要吃快一点，没有了。看价给大爷我来三百了，花雕没有？谢谢，感谢你。最好几年，哇，螃蟹跳不了价了。来三百了，陈姐两小姐，你要吗？来三百块，最后一位了。你好，好来，大哥来。来，还有路边路后来嘞，越买越好了，是这个不对哦，不要认错了。你看妹妹啦，另外一个罗宾你也看不懂。出来，我老公有我妹妹。是哦，你看不懂可以看整个下午，真的是很佩服你。有啦，免闹啦。你们是在看热闹吗？冲下去了，看不懂哎，你们听不懂。五包呀，这碗大包的好朋友啊，讲等你哦，一包吃三单啊。因为里面超多块的，这个叫做卤猪卤排骨哈，四包，五百块内底有十几块哦，所以三单才吃完，啊好吃。今早大家两个在吃饭的，所以三单才吃完，算足好吃啊。一包，没啥货啊，这样每包啥货，啥啥扣价，三百六。最高薪的。你好，裴叔你好。卤排骨。唔知啥物卤排骨诶，即顶面卤煮只有定位你，骨骨家己看，看人一包卖偌济，啊我卖偌济，卖三包卖三百，来两百咯。哎呦，卤排骨，啊伊啊讲啦，看我看两百好唔好？来两百，哎，台湾卖啥？不知道在卖什么，收起来，谢谢。来最后两包卤排骨两包，拢我来切肠啊，卖卖香肠，卖伊啊较要紧。那个哥哥，喂。他考了后来当不归马了，不归罗片，当不归罗片。带鱼还有吗？啊，带鱼还有，还有，还有。有白虾，白虾，先先先。来，我们吃海贝啦，不介绍啦，要吃海三百，海两百块我来去。海贝来，要两百咯。来，大哥要几位？我给你当买两位哦，哦。来海白虾两百块，个人要吃海贝的无？来，阿姨你要几位哦？来，你当买两位咯。要几位的吧？来海北啊，两百来，谢谢啊，先生姐嘿，来两百块来海北的两百，安尼总共几个要吃？安尼几个？五个吗？海北啊，两百块来，小姐也袂紧，来两百块来，啊，个人要吃海北的无？来两百块，你来动作快，你几个？五个、六个，六个吃四个，好啊，六个啦。他就要讲那个，我哪有办法？他就要讲那些，来，啊，你够高，哪有办法？这个一样，画画画，对高雄今天不会很热，现在很凉。来，阿妹讲，我是不想要讲那个啊，讲那个，因为有些人的尺度真的太小了。上次我只讲牛郎两个字，三百块来，只讲牛郎哦，没有讲到什么东西哦，我就被讲说。讲一样啊！直播主，请不要讲不入流的话语，请。来外公啊，既然不要教坏，哎，这个用煎的真的好吃啊。看的你煮汤也不错啊，因为生都人家是有人。请自行反省。来三八红上次就被讲了，我就讲牛郎了，然后说抱着你睡觉，这样就不行了。我觉得说，哦靠，尺度这么小，那个尺度小到比那个跳蚤还小。哎，这三八呢，爱看，爱个看，个看不着。来三八，这一样跟他七两呀，不拿掉吗？来，给我八来三八。来三百哦。对不对？讲妇女的话，我大概要被检举了。搞不来，搞不来。他大概要去报案了吧？啊，我吃咱们三八红啊，不能喝卤了啊，我那边人家规定话，你送去。欢迎你啊！第二车张金江，这车张进来对。来三八，来来来来三三三三三，那么晚了，卖个仔堆啊！没五百，没四百，这样没一半，等于这，等于这，来三百。思雨，你有来哦？我吃的啊，麦克来休息啊，来三百块多少钱？思雨没有，不是麦克，你有来，我来嚼。麦克没上来，你我白等，你爱等的都无白坐尾啊！你对啊，后来说啊，算了算了。还要再讲吗？还是不要讲好了。来来来，上午晚上，来三百块多，一人一份啊，大把多的要双份啊，吃不完，你爱分出去头尾吃啊，我真正要卖完的，来三百。来，大伯要来，今日你今日是拢不得放金钱的。来两个。来三。我怎么不提翻个金方面来？你说别让他吃的咯。你大哥在吃啊？来三包咯。来两个。娜娜。
因为我觉得那个尺寸实在太小了，小到我真的是觉得。这样好。那个钱是不用开，但是怎开啦？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生小孩的，尺度那么小。来三个，剩一个呢。来，我来冲上金杯。